其实相比上一届周京周琦，距离到巴黎其实3年多时间，我觉得我们三个都在进步，也都在成长。然后其实可能妹儿姐的年龄相对大一些，但平时其实我们在一起训练生活，其实她也给予我跟曼玉很多的这种建议，包括沟通吧。其实我觉得，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们三个人首先做到了真正是团结一心吧，然后全力以赴为国而战，我觉得。